兄弟们，秋天这个树叶是真好看。等了一个小时，又一个小时，看这流水，3.6个小时，45块钱，非常的牛逼啊！对面这个大哥卖水果的，好歹也是个老板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当个老板呢？夕阳无限好啊，我还没有老啊，抓紧干吧，同志们，同志们。兄弟们，这两天没有跑，由于静态管理了有7-8天吧，这最近才开始跑。你看，当前空闲车辆48，近5分钟呼叫一个，就是这。今天这个流水，是这样的，1个小时10块钱平均，10块钱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昨天也是这个样子。现在这个情况是，在这市里面，根本就像我们这新手根本就没有机会，很难接单子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只能往这个郊外、城边上走。在这个边上，相对来说竞争小一点。网约车真的是太卷了，去哪里都是车满满的。门槛太低，每个人都能跑，私家车也可以跑。